就算雨是将归地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。大家好，我是白本工，白龙是我。那日更已经结束喽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其实呢，我没有想到，一开始呢，我没想到一开始大家都会蛮支持我做日更这个行程的。那呢，其实这个月呢，有很多的系列跟很多的影片，都是我想做的，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。那这个月日更已经结束咯，那接下来就不会再有继续日更的行程了。那多谢大家这个月的照顾跟支持。那呢，我觉得呢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棒的挑战。嗯，接下来不见得不会有日更的影片，但是可能大家久等咯，可能要到年底哟，这样。大家可能都到年底的。那反正就是我想讲的是，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跟支持。其实呢，我原本觉得我做这个决定大家会蛮不支持我的，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追这个梦很蠢，可能也不会成功，也不会得到什么收获之类的。但是没想到相反的，我的身边的朋友都蛮鼓励我的。那我不知道在看我频道的人有没有陌生观众啦，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声谢谢。那这个月月更已经结束了，日更都结束了，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月的代表作是《橘舍三十》的那支风景片，我真的觉得那一支我做得非常好。我以前的影片到现在呢，那一支真的是会让我重看十次以上的影片，包含我去独旅的部分，然后还有露营，然后还有结婚典礼，很多我基本上以前没有参加过的事，我都在这个月发生了。那呢，我真的觉得说这个月我过得非常丰富跟精彩，很谢谢大家的照顾。那这一阵子呢，大家可能受到很多内心的波澜，还有外面的情势。那很谢谢大家跟我一起走到了今天30号的部分。那接下来明天开始就不会有更新影片了，但是呢，还是请大家多多支持白本工的频道。我是白本工，白本是我，那下一次日更再见，拜拜。